又分享了 BLACKPINK 的 Lisa 和 NCT 的成员们各自的开箱影片。由于开箱风格截然不同，在网络上引起了话题。首先是 Lisa， 由于是第一次看到写真书的完成品，因此开箱时非常激动。而他为了不损坏相册，小心翼翼地用美工刀撕掉外层的塑胶膜，之后也仔细地观察每一页，还一一向大众介绍了内容物。接着是 NCT， 由于成员们似乎已经非常熟悉开箱影片的流程，因此一拿到专辑就大胆地开箱，不但直接用指甲刮破外层塑胶膜，还为了寻找小卡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撒出来，场面非常混乱。看到影片后，网友们纷纷笑说，从开箱影片就能看出各自的性格差异，真的太好笑了。